尤其是国民对他的信赖是事情成败的关键。那发生这个事情，我们认为并不妥适。在临时动议的时候，的确有常委提出来，那我这边跟大家来做报告。那主席表示，这确实不是我们能够认同的事情。那国家的机关，它有国家机关的责任。那但是促转会它具有它的独立性质，那以及国民对它的信赖度。那尤其是国民对它的信赖是事情成败的关键。那发生这个事情，我们认为并不妥适。那主席也相信促转会会做出最适当的处理。